平心而论，迪丽热巴粉丝和杨紫粉丝这波互掐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，反倒会因为言语过激而影响路人对两位明星的看法。毕竟粉丝行为偶像买单，相比较之下，赵丽颖无疑是本轮金鹰奖预热的最大赢家。不仅本人出演宣传片，与宋佳、王志飞等实力派同框，狠狠博得一番关注。其主演的电视剧《幸福到万家》也出尽了风头，包括女主赵丽颖、男配王志飞以及导演郑晓龙三人齐聚金鹰奖宣传片，将该剧强大的制作阵容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显然，电视剧《幸福到万家》爆火，口碑持续上涨。除了导演郑晓龙被赞外，女主赵丽颖的演技也再次得到证明，大概率能因此成功转型，完成流量到实力派的过渡。最后，不管是对普通人还是明星演员，实力永远是底气，也应该是大家追求的重点。与其在某些不重要的问题上争论，不如拿实力说话，默默进步，惊艳所有人吧。第30届金鹰奖。